大哥，辛苦了。坐坐这有车呀。没事。你干什么呢？周凡，中山辛苦了吧？都你哥好。哎，国然，国然，我把东西给你买了。我给你买了件衣服，在包里。没事，一会儿再说吧。我这啊正做饭呢，大哥说你喜欢吃腊肉，我特地给你煮了一块。你先等会儿啊，我把东西给你放了去。 国华，你说我穿的衣服好看吗？这么红，这么花，穿得出去吗？现在城里姑娘都这么穿，你穿也一定好看。我困了，我早点睡了。国华，你都这么长时间没回来了，我好想你，我不喜欢你用背对着我。小丽。 真的累了，你怎么还喜欢穿着衬衣睡觉啊？小丽，小丽，我真的累了。可是结婚这么长时间，你还没碰过我呢。